广州建房服饰的展厅拍摄现场啊，今天呢我们是加班加点给大家带来的一个非常高端的一个品牌哈，白茶。白茶呢这个品牌呢，我们之前秋冬款的话是做的特别火爆的啊，然后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夏款呢也是非常有性价比之高的，它的一个三标呢都是在的，吊牌呢也没有剪哈，所以说对我们一些客户来说的话是非常好的一个实卖性很强的一个货品。接下来跟随我的镜头看一下它所有的款式跟细节。我们这一组陈列的话是这种黄色带一个白色，非常的亮丽的一个颜色啊。它的一个面料呢都是以棉麻为主的一个面料，非常的舒适，它的透气性也是特别的好，都是这种简约时尚的一个风格。这款是这种撞色拼接牛仔系列的一个款，它的一个定年龄定位呢是在25岁到40岁左右的一个年龄度哈，它的一个年龄跨度呢也是非常大的。像我们这一套搭配的话，就是非常亮丽的一个组合哈，黄色的非常的显肤白。因为它所有的一个面料都是以棉麻为主的嘛，所以说它的一个试穿性特别强哈。因为你夏天穿这种棉麻系列的话，它是非常的舒适，而且它的一个定位呢都是这种女白领啊，还有一些这种时尚女人的一种穿搭哈。它的这种都市休闲的风格也有哈。这一组的话是做了一个上下装的一个搭配，也是比较极简约的一个休闲的一个风格。它的一个款式呢都特别的多，重款几乎很少哈。这款也是这种撞色拼接的一个连衣裙，我们这一个色系呢跟我身上穿搭的这个色系呢是差不多的啊，都是这种绿色的一个色系，然后我们是中间配的一个白色的。因为它这个品牌呢整体的色系呢都是以这种素色为主调的。而且它的一个商标都是齐全的。白茶呢这个品牌呢它是在全国的话是非常多的一个专卖店哈，在很多一线专柜呢，一线商场呢都是有专柜的。它的一个专柜的呢，像这一件哈，它有它的一个 logo 在上面哈，白茶嘛，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这是它的一个 logo。这一次呢，我们它的一个吊牌都是在的啊，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一次呢，它的一个商标都是齐全的，没有剪标这一次，也是方便大家销售嘛。因为毕竟商标齐全的话，这货品的话会比剪标的会要好卖一些哈。它整体的一个色系啊，大家应该都看到了，整体的色系呢都是偏这种素净的一个色系为主啊。而且它的一个年龄跨度呢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年龄跨度，像我们这一款我们是一个组合搭配哈，也是非常的青春活力的。像我们这一组的话呢就是比较那种休闲时尚的一个风格哈，包括这一套也是都是比较休闲简约的一个穿搭。如果是实体店的一些客户，你正好愁那种高端货品呢，然后要质量好的，我觉得这一次我们的上的这一个白茶呢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第一个呢，因为它商标齐全，而且呢它的一个知名度也非常的大，再一个呢它的质量都是非常好的啊，一个质量。这一套呢也是一个牛仔系列的一个款式，它牛仔系列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面料做工好，细节呢都是做得非常精致的。像我们这种品牌呢，它就是需要这种上下装的一个搭配才会好看哈。它一件的话可以搭很多件，然后像这种豹纹的一个连衣裙啊，我们
都是非常时尚的哈，这个款比较个性。还有这种背带裙的一个穿搭法是非常减龄的。其实它像这种白 T 的话是非常好搭配的哈，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做工啊细节啊，它都是这种重工艺的。它的一个面料真的是非常舒适哈，因为我现在我身上穿的这一套呢其实也是白茶里面的啊，它的一个面料舒适度是非常强的。还有这种非常文艺范的一个连衣裙，它这边呢还有它的一个系列款哈，它的系列款是一个上衣，我们是做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颜色的一个搭法哈，白色的。还有这种小碎花的一个背带连衣裙，其实非常的休闲，也是非常减龄的啊。还有这种衬衣式的一个连衣裙，其实刚刚之前呢还有另外一个颜色啊，这种其实也是非常简约，其实还是比较有设计感的哈，包括它这里面一个褶皱的一个设计。牛仔裙非常简单，也是非常大气的一个款。我们这一组的话陈列的话是一个黑色跟红色的一个穿搭哈，这一款这个红色的上衣呢是非常有设计感的，它前面呢是一个 V 领的一个设计，它后面呢是这种露腰的一个款，其实这个款的话其实是非常时尚，也是非常个性的一个款。还有这种棉麻的一个面料的一个连衣裙，非常的小清新啊，它这边都是带有一个蝴蝶结收腰的一个设计啊。其实因为像这种品牌的话，它设计它是由一个意大利设计师联合设计的哈，所以说它每一个款呢都是非常的有设计感，而且呢它不是特别容易撞衫哈。它这个白茶呢这个品牌应该很多老顾客之前呢都有做过我们的一个那个秋冬款哈，都是卖的特别火爆的，无论是那个实体店或者还是一些直播客户，像我们这种高端货品的话还有品牌名气非常大的话，我觉得是不容错过的，因为我们之前在预售的时候已经订出去好多份了啊，然后我们这一次回货的话也不是特别的多啊，大概也就那么十几二十份左右啊，然后它这个连衣裙呢跟我身上的这个裤子呢属于同色系的啊，同系列的一个款，其实它非常的简约，但是呢它上身效果的话是非常非常棒的啊。因为现在很多人呢都是崇尚这种极简约的一个风格，因为它上身呢它的版型包容性呢是非常强的，而且它的一个面料舒适度啊都是非常不错的。这种撞色拼接的一个牛仔的，它的一个上面呢是它的一个 logo 哈。这个连衣裙的话其实也是非常文艺范的，它是这种阔版型的一个连衣裙。还有这种波点，其实今年又开始流行这种复古的一个花色哈，波点啊还有小碎花啊，今年又开始特别的流行了。哎，这一套穿搭的话其实是非常休闲，也是非常时潮流的一个搭配哈。像这种上衣的话，这种木耳边的一个设计的话其实非常减龄的。
现在因为很多客户呢都在等着我们白茶的这个视频的一个上传哈，所以我们今天是加班加点给大家出了这个视频哈。如果有喜欢的客户的话，就赶紧联系一下我们的销售经理。这一次呢，我们的这个白茶货品不是特别的多，所以说是先款先得的啊。好，今天的。